这边进来又马上要进入到澎湖咯。这个澎湖岛咯，这比较偏向于澎湖的南岛，等下也可以看到所谓的叫土鱼洞。正前方呢，可以看到所谓的大昌岛，还有包括澎湖的信鸿桥、外婆的澎湖湾，你那著名的歌手一个张雨生，一个叫潘邦邦，